那谭老师，您觉得在职场上拓展人脉是智商比较重要，还是情商比较重要呢？那绝对是情商比较重要。智商很高的人，他往往有一种那个优越感。一旦有优越感的话，他就可能就很难跟他的同事配合起来。如果你得不到同事的配合的话，同事不仅不会配合你，可能会给你使小绊。所以，智商特别很高的人，往往在职场上是很吃不开的人。比如像我们所说的什么李开复啊、马云这些人，我认为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智商不是比我们高出一大截，他们比我们高在他们的情商、他们的沟通能力、他的对客观、对社会的一种判断能力，他们高就高在这方面。我觉得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情商的高的表现。